第一届、第二届和你们即将熟悉的第三届校园 SuperStar 将齐聚一堂，同台飙歌。究竟第三届的同学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？校园 SuperStar 宣传大使林宥嘉连同麋鹿冰 Olivia 将亲临现场，见证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星期天晚上九点，优频道最精彩。校园 SuperStar 2009一月正式引爆，优频道最精彩。校园 SuperStar 2009一月正式引爆，优频道最精彩。请你跟上我的节奏，身体跟着摆动，心里面的感动不知该怎么形容，真的无比轻松，好多话懒得说，其实我蛮穷，是音乐让我自由，跟着我的节奏，身体跟着摆动，心里面的感动不知，我们准备好了，你呢？校园 SuperStar 2009一月正式引爆，优频道最精彩。